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尼，邀请您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点击我的头像到我的主页，镜头会带你发现更多的台湾哦。有问题写评论，谢谢你，我们走吧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尼。在疫情前，常常接待到台湾自由行旅游的入境旅客时，客人不时都会询问能否安排到薰衣草森林走走看看。说不定在看视频的你也来过呢。新社是台中的后花园，有许多的特色花园餐厅。在我的视频中也介绍过新社古堡、木心泉等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薰衣草森林。薰衣草森林可说是台中指标性景观餐厅，除了梦幻紫色薰衣草花园、季节特色花卉、旋转木马，四月中旬还有萤火虫可以探索哦。薰衣草森林门票150元，还能抵菜单消费，园区消费也很平价，一起来看看吧。